大家好，我是文化古着的店主，我叫 Alpha。 我呢就在澳门开了一间卖古着的铺头，叫做文化古着啦。其实我的铺头主要呢、都会是卖二手衫同埋古着的。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古着这个文化啦，亦都希望、这个古着文化可以在澳门可以普及到的。其实、我在日本的时候啦，见到一间铺头呢都是卖古着的。他就、会是不定时去搞一些活动啦，就是以物换物的。我们今集呢就跟大家玩一个小游戏，是玩以物换物的。大家只要、答中问题，抽中这半张卡片呢，咁咧就可以带你全屋最 vintage 嘅衫或者系货物咧，嚟我哋铺头换任何一件嘅货物嘅。今集嘅问题咧就系、我哋文化古着嘅古着，大多数喺边度入货嘅咧？知道答案嘅朋友咧就可以嚟到呢一个网址度回答翻呢个问题嘅，咁就有机会抽中我哋嘅奖啦。Good.